我是希望变成这样子。挑球练习，挑球练习。好，那这种球会发动大概肚子这边的高度。好，那就先不侧边抽，侧边抽，不要变这样子哦。下手的位置一定是侧边，除非球高起来。好，球高起来就当你的呀。球在下面你就不要拉起来，就是侧边重心压低，一样可以抽直线抽对角。OK， 看一次哦。对啊。那重要做好，打完一样下蹲，下蹲，好，下蹲，好 ，OK， 再前面一点，好，预备哦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预备，要回来啊，好，不错，要回来，预备，走，好，快，来，快，预备，要高。快点，来，小没力了，来，再一个，不错，这个也是挑球 OK 哦。所以你先挑，然后再平抽，再挑，再平抽。完全没固定，固定。手在那边击球路，这没固定啊、哦。对，注意，注意，然后回来快点，对，好，好，你的手会这样。你存钱的，马上卖。我跟他讲，现在再等一个月，800起跳。对啊，已经有两个都出六百。对啊。确定？还有六百要买。哪一只？哪一只？慢，请他们对称看。哪一只啊？太便宜了。北方那个自己拿的吧。应该拿起来，应该不会很难拿。你这只啊？你这只有要卖吗？下次我穿完现在现场。这只人家送的嘞。